美光临野柳海洋世界。马上呢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几位可爱的海豚以及他们好朋友。在舞台的右手边是上海豚，它的名字叫做波波。再来是我们的莲娜，继续是妞妞，最后一位它叫乐乐，以及他们好朋友王莹还有刘云。节目一开始就来进行一连串的才艺演出，首先来考验的是海豚的反应以及速度，要再来演小春表演。现在呢，是先准备了不同颜色的彩色小圈圈，再来看这几位灵活度的表现。简小春准备好，一起来喽！宣誓同时将不同颜色的彩色小圈圈给抛出去了。海豚动作也是非常的快，马上用他们长长的嘴巴将三个圈圈统统的给捡了回来，表现相当的优秀。继续呢，要来考验的是海豚滑浪板的技巧。这人在海边冲浪一点都不稀奇，海豚滑浪是最厉害的。好了，现在呢，训练师也准备了不同颜色浪板出来。好啦，三位小妞们准备开始吧。同时间冲了出去，三位准备好一个翻身，将浪板给带了回来。可以看得出来，海豚个个都是滑浪的高手啊。紧接着上来又来考验的是海豚的跳跃能力，准备要再来跳高球。来宾将您的视线引至水池上方的红色高球，训练师已经将这个高球跳至水平面的最高点，高度大约有一层楼高，就来看海豚们能不能都顺利碰上这颗红色高球。首先要上高度做挑战的，为什么的乐乐。掌声给乐乐，非常的狂，这个姿势落选非常的精彩。